网络温度计，我是 Ada。到了网络温度计圣诞节交换礼物特别企划时间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网红是豆芽先生。大家好，你想要知道网友在心目中对你的关键字是什么？其实有一点好奇。我们今天要玩一个小游戏 ，Quick Draw， 你画画，让 Google 小姐去评断我们画的是什么。你如果赢了，我可以得到这些关键字。哇，画画你在行的嘛，对不对？还算在行。很烂，所以我要邀请画这一整面墙的猪的专业小编阿夫人。超佛系的，废话不多说了，游戏开始喽！哇，太简单，这也太简单了，越来越排斥什么？可以呀！这是什么？什么英文？脚趾吧。哦，哇，你的脚趾没有那个，没有长度可言的。Watermelon 可以。哇，天哪！是什么？哦，好好糟糕哦！今天终于找到机会可以羞辱什么文化家？这个真的可以的，这个你只有跟大便的区隔，应该就是他吧？他看不到，这个不明白，这是他画的《三体》。你终于三体哦，二分之一有机会耶！你攻守交换 ，Last Draw， 这什么？好简单哦。好快哦！哎，我也三题了，看来我得登场了。豆芽现在要孤军奋战了，所以字典的交给你，进行 round two。又是马，为什么每次我的第一？跟马好远，跟马好大长头啊！跟狗吧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浮潜，浮潜。哦，好难哦，好难的。海龟。浮潜啊，浮潜啊。我觉得其实意境还蛮好的耶。对啊。这是什么？蒙娜丽莎哦，他完全知道你的 level 是什么耶、yeah. 啊，他没有那个哪个？他没有张开嘴。我觉得刚刚头发其实比较重要。啊、完蛋，所以有了，我有手脚底。你这毕卡索的画，你看队伍里面，换阿波人要登场了。Penguin， 企鹅，企鹅会长这样，圆圆的，有个肚子。Frog， 冰山吗？冰山。哦。哇，为什么？啊，四题。Yeah. 我觉得企鹅很气。好，结束了。图文画家终于还是会获胜。守住我自己的粉丝团的。哇，就是猪鼻子。等一下，我戴了。真的吗？这女生保留一下形象，可以吗？那我为你戴上。好，你帮我戴。豆苗变成猪苗，最后我们还是要来公布关键字。第一个就是快乐，是因为我看起来很快乐吗？看起来蛮快乐，带给朋友们、网友们很快乐的感觉。真的吗？感谢大家。大学生，真的，的确我的粉丝族群蛮多的。哇，灵魂，您这个灵魂出在哪里？你带给了豆苗先生这个人物一个灵魂。带了这三个关键字要做什么呢？谢谢今天网络温度计邀请我参加这个圣诞节的东西。我准备一个圣诞礼物要准备来送大家。这个礼物呢，要大家猜猜看，跟刚刚他提到的三个关键字有关，就是快乐、大学生、灵魂。然后大家猜猜看，这三个关键字可以变成什么礼物？然后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，然后就可以有机会让我亲手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们。那大家都记得吗？那赶快去他的影片下方留言哦。那我们今天谢谢豆芽先生，谢谢。